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播海霞，很高兴啊，能和大家在国家大剧院的华彩秋韵线上演出当中见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国家大剧院正在展出的吴为山中华历史文化名人雕塑作品展的展厅当中。国际著名的雕塑家吴为山先生塑造的众多中华文化名人的形象都在这里一一的呈现，有仙风道骨的老子，狂卷不羁的阮籍，有笃行不移的鉴真，心怀苍生的杜甫，以及众多的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可以说漫步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啊，仿佛就是走在一个浓缩的历史长廊里，中华文化的斑斓多彩啊，都在这一尊尊雕塑当中一一呈现。说到这儿呢，也许很多朋友会感到诧异，哎，主播怎么今天改谈古筝，还为大家介绍起了国家大剧院的雕塑展了呢？这就要说到今天晚上我们将欣赏到的一场有特别意义的精彩演出了。国家大剧院的线上演出呢，从四月份上线以来呢，在全网的累计点击量现在已经突破了9亿哈，非常的惊人。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呢，大家足不出户就在这里欣赏到了涵盖交响乐、歌剧、戏曲、话剧等等艺术门类和题材的优秀作品。而今天将是首度呈现民乐的演出。和很多网友朋友一样，我对这场演出呢也是非常的期盼。而这场音乐会的演出将会由深受海内外乐迷喜爱、堪称民乐国家队的中央民族乐团来为大家呈现，可以说是顶级品质重磅亮相。所以啊，我真的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拨动了琴弦，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知音跟我一起来感受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同时也是抛砖引玉。那接下来呢，要引出的美玉就是两位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著名音乐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心中的民乐之美，同时也为今晚的音乐会带来导赏解读。蹦蹦蹦蹦，伴随着古风的《沧海一声笑》的旋律啊，我们接下来就要认识我们今天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有请他们。一位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指挥家，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刘沙先生，欢迎刘指。你好。还有一位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琵琶小仙女，是我们著名的琵琶演奏家，现在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赵聪老师。海霞老师好。欢迎赵聪老师。大志，我们两个是上了新闻联播吗？我也有这种感觉。做梦吧。是啊，我们太开心了，看见海霞姐姐，关键刚才我们竟然听见了海霞姐姐的首秀《沧海一声笑》。哎，我是一个琵琶老师，竟然教了一个古筝学生，竟然在1分钟之内学会了《沧海一声笑》。速成班，速成班，速成班。哎，我在那一瞬间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民乐的那种魅力。以前只是看别人在弹，但是真的坐在古筝前面拨动那个琴弦的时候，你的心弦啊，真的是拨动了我的心弦。而且呢，在那一刻真的是感受到了民乐的那种非常圆融大气的特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音乐啊，就是不仅仅是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开心，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没错。比如说我们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节目里面会有一个伴音，就是哒哒哎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对对对，只要这个春节序曲一奏起来，所有人都知道，哎呀，过年了，就是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听到这个步步高，哒哒哒哒滴哒，马上很开心。对，就有喜事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音乐其实带给我们的一种中国文化啊，让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这种音乐的熏陶当中，也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当中慢慢的成长起来，成为了我们这个人生记忆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是很长久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古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东西吗？古代时候有。其实我们的民乐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在教科书上大家都说的是那个贾湖古笛，那个笛子根据碳十四做的测定是大概有8000年9000年的历史，但真正从这个
大型的乐舞的历史上，其实在汉朝就有了，就叫乐府。其实除了您刚才讲到的史书上的记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器物，就是那个陶俑。你看那个国家宝藏里面，其中有一集就介绍了叫载乐骆驼俑，就是那个唐三彩，对，大骆驼上面一个毯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乐器。也就是说，其实当时在做贸易的过程当中，骑在骆驼上的那些商队的人，他们也很注重这个音乐的这种配置，都是从西域传来的呀。有很多乐器从西域传来的，是二胡，胡人嘛，你听二胡、琵琶、唢呐，唢呐，波斯传来的，这是两个字。最早我们在那个书上和我们后来我们也是自己总结，就发现真正是我们。自己中华民族传下来的汉文化的是一个字儿的乐器，哦，一个字儿的琴箫箫笙瑟筝埙笛啊，对，这都是一个字的啊，一个字的，这是就是汉民族本身的。对，我们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以至于什么乐器来了之后就被我们给同化了。就不仅同化了，而且还同化得很好，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当中的一部分了。对，就是我们的，像琵琶。就拿琵琶举例，其实，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时候，已经有了类似于琵琶的雏形。然后跟西域过来的这个琵琶结合，慢慢慢慢我们就改编。在《韩熙载夜宴图》里边，第一次看见坐在凳子上演奏了啊。但是呢，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特别聪明，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以后左手就解放了，它就可以非常快速迅猛的发展，它的运动空间也可以更大一些了。就所以技术的发展，再加上原先只有几个品，现在呢已经完整的西方的十二音体系，所有的音全部都能演奏了。所以我们一直类似这样的乐器一直在发展。对对对，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形成了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整个的民乐的体系哈。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有点傻，但是我一直特别想请教。我知道你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喜欢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反弹琵琶的问题。对，飞天是吧？所有人都会问我。对，这个反弹琵琶，这个反弹琵琶你能吗？我觉得就是你肯定能，但是我不能，我肯定是不能。先飞一下。不瞒您说哈，我还真在家偷偷练过，我试试行还是不行，就是这好像真的不行。是。琵琶太沉了。不是琵琶，它是反的，你想想这手怎么摁呢？而且在唐朝更大，比现在还要大。哦，是吗？又大又沉啊，然后没几个音，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舞者，是一个舞蹈家，他一定是做了一个小道具。聪聪啊，我特别想那个听你近距离的，能不能跟我们弹两句？那个沧海一声笑。因为那个，我觉得琵琶是非常有中国人的特点的。尽管它是舶来品，但是你看我们原来学的这个《琵琶行》，白居易先生写这个《琵琶行》的时候，里面其实就是对琵琶已经有了很多生动的描述。比如说，太了不起了。对啊，对啊，它是用文字描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现场能听到您这样著名的这个琵琶艺术家来给我们演奏一下，可以对比一下啊。比如说，他说最有名的那句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大珠小珠落玉盘，我觉得它就是形容了琵琶的一个指法，就是它的那个轮指，就是，真是拨动了心弦，不仅是琴弦，也是心弦。你看，他描述哈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哪个是大弦？我想他的大弦指的是更多的比较后边的比较粗一点的，粗一点的啊，或者是更多的扫弦如急雨哈。类似于当时，他们讲用最硬的。就是这个拨子啊，器材来曲中收拨，当心话嘛，收拨啊，对，来击打最柔软的弦，然后他觉得会出现特别有力量的那种，有力量的冲击力，对，所以我想他可能是类似于对，喷气。小弦呢，我想他就说前面的弦非常婉约委婉，
小弦切切，如私语，就像两个人切切私语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就是我想这个是这种感觉。那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就这是四根弦，但是它却表现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情感情绪。琵琶原来是个儿比较大，然后弦比较少，但是后来弦越来越多，个儿越来越小，就越来越便于携带。其他的乐器有这样的吗？中国的乐器都一直在改革，就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对，一直在走中国化的道路，所以我们是和嘛，就我们的那个声其实就是一个和乐器，那个声怎么讲？这个是，最早还有个典故，声以前有个名，叫做鱼。那个成语是这滥竽滥竽充数，对，这个鱼就是现在的生，指的前身，这样的，就当时说有一个人嘛，就在里边，他不会装会嘛，所以那可见当时的那个乐团人数也蛮多的吧？是啊，是啊，对指挥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对，所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西方的所有音乐厅里的管风琴，它的前身的原理就是根据生的原理出。它也是一根管子一根管子出音啊，对，它只不过是通过那个后边的工业革命，对，鼓风机，对，给它更多的气啊。原来这个鼻祖在这里，又找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追溯历史，我们会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包容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把中国自身的特色发挥出来了。不仅仅博大，而且精深。我就刚才就第一次知道，居然二胡是舶来品。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二胡衍生出去的，像京胡啊、板胡啊、高胡啊，这些其实都是它衍生出去的。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有智慧的一点，它不仅仅就是保留着自己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而且善于把别的东西融合进来，融入到自己的文化艺术当中，形成新的这种文化艺术特色。甚至在今天，我觉得已经生发出了新的对年轻观众的这种吸引。我不知道聪团，像你们现在我们的中央民族乐团，我们的民乐怎么去吸引年轻观众？其实民乐本身我觉得在中国就特别的有根基，有市场，特别有感觉，有归宿感似的，然后特别亲切。然后呢，在国外，我们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外演出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大幕一拉开，肯定就成功，全面成功，全面成功，是吗？全面成功，这是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真是文化自信哈。对不起，但是我想就是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说大幕拉开就全面成功，是因为下面坐的全都是华人，他们从你这儿找？不是，恰恰不是，这个是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前几年中央民族团全团在美国巡回演出，我指挥的是卡内基音乐厅那场，当最后谢幕的时候，我才看到华人可能占的不到15%，全是西方观众，当地的观众。因为我觉得这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我们是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他们想象中我们还是在唐朝那个样子，可是相对单一的那种，没想到中国现在的乐器可以变成这种交响化的，可以完全表达当代的情绪的。所以今天这场音乐会我们选来选去，我们选了很多的新作品，当代的作品，我们希望除了能够继承传统，我们尽量的在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这是跟这个时代的融合，同时也是在传承和弘扬其实我们现代模式的这种民族管弦乐队的乐团的形式，大约有100年的历史了啊。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民乐合奏的这种形式？它有没有像西洋乐是分声部的？有啊，有。它怎么分呢？我们现在从建国以后，乐团呢大致根据西方的雏形和我们自己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把它分成了四个声部。这四个声部呢，就是吹拉弹打。不吹拉弹唱，是吹拉弹打。打就是吹管乐，然后拉弦乐，然后弹拨乐。打击乐这样的。我还听说在你们的这个民族乐团的演奏当中还有西洋乐器。有啊。不会打架吗？我们有神仙打架，不会有乐器打架吗？经过这么多年吧，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我们想科学化的把这个乐团效仿西方也好，或者根据西方的基础建立我们自己特色的时候，确实是发现低音可能还是欠缺了些，你不能光弄一个大钟。对，它需要有旋律。对呀，还要需要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在不断的兼收并蓄。对，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要吸收进来，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不仅是单纯我们本民族的特色，还有跟世界相通的这些东西。是，也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特点是其实很明显，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容纳进来啊，不用担心像你说的会被你带偏了，或者被他带走了。你进来之后，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一个足够 open 的、足够开放的一个空间和平台，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不仅容纳时间的，还有空间的，不仅是有本民族的，还有其他各个民族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才能够让中国更加世界，让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也走向世界，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和吸收。说得特别好。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对于你们音乐家来说，艺术家来说，国家大剧院像是什么？那就是最顶级的音乐殿堂喽，是殿堂，对，世界顶级殿堂之一。对，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大剧院的确是，不仅它的这个层高哈，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仰视的时候，感觉它是一个巅峰，一个殿堂，同时是不是也有家的感觉？确实还有，因为毕竟我们跟国家大剧院是这个多年的紧密合作关系，然后几乎我们每个月至少有一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这是可能从国家大剧院开张以来第一次，我们大概将近十个月，九个多月，对，从一月份到现在，对，差不多就是十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儿的这场演出，归来嘛，一般说归是到哪儿，是回家嘛，回到家里的感觉，我就要归来哈，就是这个是有一种很亲的心灵港湾的这种感觉。刘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今天晚上这个演出，这个序曲我们就特别想的，就是青年作曲家王云飞写的叫《春华秋实》，正好是秋天，是一个非常收获的季节。而且咱们大剧院已经华彩秋韵的这系列演出不谋而合哈。对，还有全场的第二个《秋江花月夜》，它是已经是经过我们现代人写的，而且是弹拨乐和拉弦乐，好美，调动的音色，而且音乐感觉特别好听。然后也是我们唐峰副团长他和林海老师写的一个作品，叫做《云清风舞》。他说那就我先上，他就希望通过这个名来有一种艺术上的一种寓意，就告诉大家疫情以后就过去了。至少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哈，是是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成果。在中国是。然后呢，就是上半场最后一首，就是我们葱团自己写的《福吉天朝》，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祝愿，吉利的、吉祥的，然后就请我们以前的老的副团长王子恒老师，专门吹一个作品，正好还特别符合我们这场的主题，叫《燕归来》。然后我们又请来我们中央民族团，多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发过聘书的于红梅，非常难得的是这个经过这个谭盾老师授权吧，也特别这个很有幸观众能够听到，由于红梅老师拉的，由我们中央民族团做协奏的谭盾老师，这个获奥斯卡金奖的这个《卧虎藏龙》哦，电影音乐，哇，他专门写的，对对对对对对，《卧虎藏龙》改编成了二胡协奏曲，二胡协奏曲，真的是让人特别期待，非常期待。独奏艺术家完之后，我们乐团嘛，最后有个压轴的是我们驻团的这个著名作曲家王丹红女士的，叫做《太阳颂》。我们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就选了最后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叫《思念》，写的非常感人。我也想通过这个作品呢，可能大家都能够不同的时期有一种思念，包括在疫情过程中。我们在这个守卫在这一线上的一些医生啊什么的，可能会能够让大家有一些这方面的感触和一种怀念。然后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呢，就叫《太阳颂》。刚才您介绍了整场演出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构思，我觉得是特别有内涵的。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期待，其中的一份期待就是对赵聪，你的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原创作品的期待，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这个导赏一下，揭秘一下吧。这个作品呢是我受吉林，我生在吉林啊，东北人，受吉林老家省委宣传部委约说，他们听了《丝路飞天》，说聪老师您能不能给家乡写一个？我想琵琶写东北，所以我想了半天，这个作品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呢就是祈福，那第一个乐章指挥是一个大法师。首席还有那个萨满的那个萨满祭祀那个鼓，
我就想瞬间把大家营造在这个气氛里了。第一乐章里面就是为祖国祈福啊，为人民祈福啊。我不能谈太多啊，这不能那个剧透太多。所以先来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引子，把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情绪勾起来了啊。沉醉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当中了，所以那第二乐章呢，我是用琵琶模仿了伽椰琴，就是朝鲜的伽椰琴啊，听听琵琶像不像啊？就是它的那种柔弦，然后用特殊的指法。那最后一个乐章是最有趣的，在最好玩的，最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我就想东北风，我们东北到底是什么最有特点呢？是什么呢？想了很久很久，哇，是我们的幽默感，所以我给它起名叫笑天场，就哈哈哈哈一直在笑，叫笑天场，也是一种乐观的精神的表现哈。对，所以呢，这段我用了 rap 说唱啊，对，说话。然后呢，里边有东北话，东北话最有名的是什么？大哥，大哥，干哈？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符号在里边，很多秘籍在里边。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在网上一起来猜一猜，到底都有哪些？悄悄说了什么？对对对对，除了刚才这个大哥，还有啥？还有啥？你那疙瘩还有啥？啊，然后其实最后还是一个对整个的祖国的赞美，非常感人的。每次他一指挥，我先看见他要哭了，我就瞬间眼泪就要下来了。对啊。但最后还有一个大的彩蛋，我们不告诉你们，不带这样的好吗？赵聪老师，你看你都当我老师了，那个一定要，你就知道，一定要保留到最后吗？对，一定要等大家要看到最后才行，是吗？在整个的演出的最后会有一个这首作品的最后会有一个大彩蛋，很有意思。哎呀，在。猜测、好奇，还有这个期待当中吧。特别幸运啊，第一次看见海霞姐姐是这样的幽默的啊，是能听见东北话，大碴子味儿，真是语言专家。没有，我觉得是你的这个音乐把我们带到了那样的一种情感和情绪当中。你看那个聊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嗨，所以我们有一种很放松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音乐能给人除了鼓舞，还会有让人放松一种愉悦的这种感情。真的是音乐。家艺术家，你们太棒了，你们太伟大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年这十个月的时间，对于咱们的民族音乐家、艺术家们来说，既是等待的十个月，也是积累、沉淀和打磨的十个月。没错，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这样一场音乐会，不仅仅让我们期待，更会让我们觉得大饱耳福。谢谢，谢谢，谢谢。哎，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哈，除了大饱耳福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大饱眼福？这场音乐会，我们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这个是巴黎高定的第一位顶级设计大师劳伦斯许先生为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设计的一套的演出服。我们穿过一次，在国外，在国内是首秀。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这个首秀很多，有这么多值得期待的视听盛宴啊！对对对对，然后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导赏，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读，让大家对今天的这场与众不同的演出，也有一份更多的了然于胸的这样一种感知，尤其是能够跟我们的艺术家们面对面、零距离的来聆听大家的演奏，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期待的时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来见证中央民族乐团的华丽。归来。
Thank you.